俺们现在打游戏呢，肯定会有傻的，就是一整就是心态一爆炸，哎，不好好玩，生气了这种的，很正常啊，很正常。稍微往高打一点就好了。到钻一以后都是分奴。韩服这环境确实不行了。以前没这样。那有个说今日上黄金那哥们儿，你是说我不行啊，还是你说队友不行呢？说的话就没处听。俺俩同款皮肤啊，同系列皮肤，谁打吧？这蓝博怎么带点盐呢？该依你了，回头，不回头别吃兵儿，啊，别吃军械，不回头，他少吃一个近战兵经验。给我一顿扎呀！皎月哪里？金氏南沙，这皎月怎么的？他也应该也打完了。啊，个下路。我真他妈的疼！有点厉害呀，吃了一个炸弹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길만알려줘其实这波都不应该死的，正常。我就想试试，他红正好他红温了，红温我们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，就是他放不了技能，我看能不能打他一套。不行，现在蓝博的英雄打不了。那红温 A 人比那技能打人都疼，没个打的呢。不行，办了吧。真的很恶心。
这把得看你们的了，我打不死他。 这一把得看你们的了，这边可以试试啊，他没有点燃，斩杀线不够他，但我们斩杀线够。 哎，差一下，升级了，炮车不给劲儿啊！ 这波炮车不行，给你记一个错。一会儿希望你将功赎罪啊！他应该带的不是凯旋。 他带的应该是气定神闲，皓月应该没有带凯旋的，带凯旋他蓝不够用。这边他有点燃，我们没有点燃，得等个大招，稍微等一下。 不要直接溢上去，他就跟我拼一波，我们一定不能往上溢啊！插个眼儿的，人马在那打峡谷。 我靠！这也太恶心了，那赖妈还给个大招，我去！哎呦，真恶心！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제압되었습니다. 往这儿走来，我接你一下。 影魔刀感觉确实是得必须的了。
不行，我得杀他。下，因为下边打不死了，下边他是护臂了。哎呀，好烦啊！中路也劣势，下路也不行，打野也劣势，上路也不行，没有一路行的呀。不 C 就要输啊！这波可以，这玩意儿带个点盐还贼猥琐，杀也杀不了，打又打不过。哎，好恶心呐，慢慢发育吧。把他红给打了，跳弹咱就不打了啊！等一等，你拉草丛里边。焦月搁右边呢，啊，不打呀？我说实话啊，我都不应该跟他们这么怂打，关键兰博伤害太高了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，真傻逼，这太弱了，又怂又菜。还没有传送，拆不掉，属实是有点难受。但我不想这一些塔给他呀，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确实是不想把这一些塔给他。我就应该一直找他干，他出门我就干他。你说我都这么点蓝，他都不敢上来压我血线，你说这人。
只敢支援。哎好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还行，一血塔他拿不到了，有一血塔不打，跑去支援去。他闪现交了，应该是蓝博应该是没闪了。我们三项在这等他。哎，这小兵看着我，啊！小龙换峡谷，可以。来，跟我过来，来。哎，姐怎么死的？姐死了，漂亮啊！我上高地，谢谢。凌晨开始站岗，谢谢波纳头的办卡啊、哦！感谢波纳头。谢谢波纳头。这把确实是需要一个影魔刀。哎，算了，卸手吧，这影魔刀。高地没推掉啊。没事，我应该死不了，刚不用给我加盾。这他上哪追去？来一个875。狼了啊，吸血鬼，吸血鬼血背有点小狼了。我这把得来个死刑了，我一看呢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小花猫没闪，来。上奶妈不行，哪那么多人呢，我天。那人咋那么多呢？
这把装备出错了，我们应该影魔刀配炼金朋克巨链加上黑切春哥，影魔刀炼金朋克巨链加上黑切啊，没有春哥了，那就是黑切加上这个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呢，魔宗。我有点小狼了，我有小狼了，小龙吧。我没寻思能有这老些人，我寻撑死也就皎月加个莱玛，然后加个 EZ， 那还能来个兰博吗？兰博也来了，小龙。不过跟他们打游戏真累，也不打架，磨磨唧唧的。莱玛这边没眼儿。可以。小龙可以要，奶妈这边没有眼儿了，放不了了。我今天不把你奶给你揪了，我让你在那里加血啊！揪你的奶。哎，漂亮，小龙是我们的。刚才 W 放的有问题，关键那奶妈我不知道她要往哪里走的，晃晃悠悠的，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的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上哪去。龙是谁的啊？我们家的。漂亮。啊，大龙啊。别人我不杀，我们就杀那赖马啊，就杀那赖马，别人不杀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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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撤撤撤撤撤撤撤，这不能再打了啊，再打要出事情。我肯定是不打了，爱谁打谁打吧。我请问一下，你旁边有人吗？我把赖妈杀了，我揪你的赖，推，那装备呢？这都敢出来推塔来？继续。我们先杀的皎月，漂亮。没事，我有血手，问题不大。哪那么多针眼？蓝打了，红打了。先把这个除了。哎，这把装备除的是真是不太行。
影魔刀多少钱？影魔刀是2800，蟹手是多少钱？蟹手是3100，出的是真不太行啊。对，你们去吧，我直接就把你基地给你推了，我让你去。对，你们打的啊，打，对，使劲打啊，使劲打，对，继续，快打，快快支援，快去，快去呀、啊！这得打架呀、啊！这不打架，这哪能行呢？你有精神病是吧？我不杀你，你就还得偏得还得回来。为啥没转起来呀、啊？凭啥呀、啊？不知道啊。哇、哦，漂亮！哦 ，ADC， 西子大漂亮！同一个角色没法击飞两次吧？你拉倒吧！我前两天就有这个 bug， 就是金身的 bug， 好像是，就金身出来以后没法击飞。前两天就有这个问题出现 ，bug 太多了，多耽误事儿！我操！